嘉文，系你结婚几多年啊？四年几？真系？系。但我考下你，平时我哋话25年叫做银婚啦，50年叫做金婚。如果系55年系咩婚啊？通识题嚟嘅系嘛？唔识，唔识，唔识啱啦，就系、是。绿宝石婚，哇！我哋有请我哋绿宝石嘅一个夫妇啊，好难得啊，嗬！咁我哋有一对结咗婚55年嘅夫妇，就系赵福基先生同埋同佢结婚55年嘅太太赵李美芝女士，我哋欢迎你們。我哋俾啲掌声佢哋先啦，真系好难得，好令我羡慕啊！55年，喺马尔谷福音第10章咁话，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。二人成為一體，以致他們再不是兩個，而是一體了。所以天主所結合的，人不可拆散。嗯，我真係又想訪問一下，要維持55年美滿婚姻，真係好難得啊！趙太太 uncle 有冇有陣時激下你咁咧？有噶，不過我記憶力唔係幾好嘅，又係唔記得嗬。有陣時唔記得都幾好嘅，係嘛？咁啊，趙生咧，你又點樣相處之道咧？我哋要忍啦，同埋要寬恕佢，同埋包容啦，同埋愛啦，最緊要就係。真係好難噶，你真係冒犯啦。咁我哋現場不如我哋為趙生趙太鼓掌先啦。咁現場都有咧各個堂區嘅堂家組成員喺度嘅，我哋都為堂家組鼓掌。堂家組成員，好多謝佢哋啊，為好多家庭付出努力嘅。現場仲有好多夫妻喺度啊，係咪啊？夫妻嗰啲，請你哋手握住手，握緊啲。好似阿趙生趙太咁樣。眼望眼，喺趙生趙太嘅帶領底下，重發你哋嘅婚姻誓詞。我趙福基嚴重承認你美芝為我妻子，無論環境順逆、健康疾病，我永遠。尊敬爱慕你，今生不渝。愿主垂鉴我的志愿。我李美芝郑重承认你赵福基作我嘅丈夫，无论环境顺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将继续永远爱慕尊重你，终身不渝。愿主垂鉴我嘅意愿。好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！恭喜曬所有啲夫婦，多謝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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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